行李加嘴啊，大家同心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是真欢喜啊，大家来参加咱的第二次啊，啊，咱会有做啊高级参与班啊。首先，大家要了解，咱会来参加高级参与班啊。参与班是咧创啥物？大家。甲咱今日的标题啊，新的会计制度甲实务有啥物关系？咱爱去思考这方面。啊，咱民政府的组织内底有内阁、参议院。过来，众议院是要来和大家选的。参议院是等受训过的参议班来才产生出来，所以咱大家。爱去了解讲，民政府未来参议院是中央啊，参议会伫地方，就是各州，各州的参议会的运作，甲中央。参与伊个运作，拢是爱了解新个会计制度啊，甲实务啊。今仔日甲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啊。我准备一份啊三页个讲义啊。是要让大家更加了解以前都没法讲义啦，因为我如果以前要想到法讲义吼，有当时啊，如果要 PowerPoint 吼，差不多要七八十页，啊，如果说咱的实务啊去印伊来一通遐通，啊，所以讲，迄阵啊，我有甲秘书长讲，是毋是因有法度带迄个笔电来，啊是扎随身带来，恁需要的靠转去，吼，啊。所以迄阵啊有安尼，啊，我看大家讲师啊足认真啊，大家拢咧印讲义啦。啊，我才咧想想诶讲，啊，我若无印讲义，安尼就对大家足歹势咧啊。所以我嘛准备200分来啦。所以拄啊本来也有剩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是事先呐、啊，啊，第一摆吼、哦，我从第一届甲至上课甲至嘛，第一摆发讲义吼，啊，我要予大家较深入啊去了解吼、哦，啊，首先啊，我报告甲遮，咱即嘛就照啊，咱诶。
本地啊，来进行安尼。今日要甲大家探讨的问题，甲分到六个阶段。第一个要互大家了解心计的概念，甲心计的准则。第二个就是要甲大家来学习会计制度，是安怎讲学习会计制度？那第一期甲二十三期，那有来上课的，应该咱拢有见过面，就是有两届啦。我拄啊出国去，无甲大家见面，袂有诶无读着，无其他应该讲来咧学习啦吼。即、这个会计制度，过来第三个啦。一般会计制度，伊所定的是啥物？咱讲义我写甲真清楚，有十章啦吼。咱各州啊，各州会使依照恁的特色。恁未来会要安怎去发展来规划？各州里面内底啊，拢有一个叫做规划的单位，会去思考。我的想法是讲，每一个州啊，一定爱做出每一个州爱有特色出来，袂使甲流氓政府共款。伊也要办宴会，迄个也要办宴会，无有诶，就讲要炸邯郸，遐咧炸邯郸，遐咧炸邯郸，我感觉，拢实在足浪费咧啦。迄就是啥，拢是好，爱创啥，都人做项袂歹，咱来甲模仿。这后摆啦，都爱看各州的经营方法，家己的看法，甲内底咱的干部是毋是爱讨论，来定出咱的行政方式，甲来编制的预算，来执行。每一箍银，拢爱用在刀口上。一箍银要做两箍用啦。我定讲一箍要做两箍用。然后这个观念，咱秘书长甲咱交代，讲咱后摆啊，出生的人，甲大学。公费培养咱的第二代甲以后的子孙，毋是像即马流氓政府，咱的债务上网上网去查一下，讲咱4,560,000,000啦。讲60年，咱也还未完啊，实在足可怜啊！这的政府是公务人员，是咧创啥物？拢想讲直甲开，直甲开，政府无所谓，咱老百姓。直直交税金，直直交税金，阁还袂了，这害哦！讲60年啊，还袂了啦。即讲我照这个说明吼，我无捏造吼。伊讲中央政府的
负责啦，超过啦，四条啊，5,620亿，60年啊，会用未完啦。啊，财长啦，讲尊重审计部的指教啦。财政部长安尼讲啦，啊，所以讲有可能无，大家足辛苦，赚赚的纳税金，因咧两暝开2亿3,000万呢，大家拢知影嘛，吼、哦，讲起吼梦想啦，梦想的厝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恁都知影。所以实在予人足痛心的。好，咱过来讲内部啊，审核的处理的定数啦。这啊，那是足重要的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审计单位啊，要来做审计的。定数啊，要甲大家啊介绍啊，上尾啊，这个咱提99年的啊，劳动政府的做中央政府的总决算的审核的报告来做一个整理啊，甲大家啊报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咱。要说啊，一点钟啊，要甲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。啊，咱今晚要来讲啊，什么啊？要来讲啊，什么是审计的做概念？哦，啊，咱。看，这主要啊，就是讲资料啊，来啊，这个资料啊，做出啊证据的做啊收集加分析，啊来估计机关的财务啊这个状况。啊，这啦，这个资料啦，一般爱依照这个公认的会计原则啊，甲审计的准则。啊，来有关啊相关的程度来运啊运动的表达，啊，这就是爱超然独立做出这个结论甲这个报告。咱安尼一个看，咱就知影政府机关的首长，拢爱去了解咱的啊，等于。要了解讲，咱的财政的收入是安怎？啊，这叫做税入是安怎？税出是安怎？要足清楚，足清楚。啊，这足清楚啊！啊，佫爱要做的人，这个爱超然独立，啊来这个审计单位啊，爱来做这个啊报告。我头拄啊，就是提这张，就是咧甲大家讲，审计部当年啦，拢爱做一个报告。哦，啊，这个报告内底啦，啊，财政部长伊讲啊，尊重审计部的啊指教啦，伊讲60年啊，啊，行未了啦，真正是在流。啊，自身啊，哦，啊，这大家会，啊，咱现在要讲来进行这个审计人员啊，拢是爱有独立性，甲有有关相关的专业知识。一般伫商行院来讲，会计系才有去读到审计学。那不是会计系，审计学不是必修的啦。
其他的戏无一定读会着。我迄阵啊，我大学是工商管理，系我无去读到审计审计学，我阁走个学校去大学里面阁去修审计学。所以我迄阵啊，一个好朋友讲：“咱来考会计师好啊，吼！”我讲好哦，会计师专门职业，来唔好？伊甲招啊，咱来读审计学，我足感谢阮的同学。所以讲，大家来参加民政府，那希望大家招。好朋友啊，来参加授训。敢若讲，我一个同学招我去读审计学同款，才去参加会计师考试。所以讲，审计这个科目啊，毋是商学院的学生拢读会着。商学院所读的，一般来讲，是会计，吼，来讲有诶讲初级会计、中级会计，有诶是安尼就结束啊。有诶，我工商管理爱阁读成本会计，成本会计啦，到尾阁最近阁甲头十外年来阁甲拆开做管理会计，吼、哦、慢慢啊，才讲。商学院拢是爱必修这个管理学的，管理会计，MBA 甲 EMBA 的学生拢爱修，我拄啊，伫大学，伫 MBA 甲 EMBA 咧开管理会计，所以讲。实际上，这话足重要嘞。较尾啊，咱会搁去讲到，咱的行政人员，甲咱要审查预算的，拢必须爱了解管理成本的问题。咱即卖要搁讲，咱即本。就是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应该大家拢有，有啊无？有。拜托，29条，你若要做参议员，希望29条大家读个好详细。阿伯啊，你就一个杰出的参议员。所以希望大家回去阁片片的看看，若有无了解，咱可能后悔啦，也是咱会要做，可能明仔载啊，咱会要做算讲。台北做迄、那个大律师啊，诶，酒店啊，陈律师啊，伊会去介绍着，吼、哦、啊，互大家啊，爱重视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带这本来互大家看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所发的秘书咱林秘书长所遐讲义啊。大家也爱详细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加补充吼、哦。咱即马，咱即马就来讲讲到搁讲到来搁进入审计准则。咱会了解吼。哦
制度啊，甲定即个准则啊，拢啥甲法律有相关的关系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要来介绍啥物叫做审计的准则啦，就是审计人员伫财务表达进行的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遵守即个审计的准则。但是审计的准则啊，每一个地区啊，拢有无共款啦。那甲咱一个同心要上课以前，伊来甲甲我探讨讲，咱现在上市公司、上市的公司是毋是已经采用了国际财务准则？叫做 IFRS，就是国际财务准则。C，咱要实施，凡是上市的公司一定要用这个国际财务准则来做。因为政府机关因有家己的各政府有家己的准则无？有统一无？无统一啦，是安那无统一？我个人的看法讲，因为每一个国家，伊买家己那个腾光光，走去互外国人看啦，是安怎？你若世界准则拢共款，等于共款腾光光走去遐，互看讲，恁大家来比较看卖，我甲你有啥物差别伫？所以，每一个国家，伊家己定伊个准则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毋知了解无？那现在上市个公司，那一定爱遵守国际国际财务准则是安怎？即卖公司是国际化、国际化，要甲国际接轨。你的公司要走去美国发行股票，还是要走去欧盟，还是要走去英国？你足方便的啊，因为你所记的准则，你所做的事，拢甲外国的财务国际财务准则同款，所以足简单的，干那翻过去提下发行啊，要发行。募资啦，吼、哦，要去发行股票，还是公债，拢会使哩。安尼就足容易的，所以讲，这就是世界接轨啦。国家啦，歹势，较无爱腾光光去用看嘛，讲会来比较比较，可能我迄是我的看法，咱流亡政府啊，啥物人咧定？是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，即个是摕咱政府的预算，请一寡会计专家甲学者共同来编的啦，当然，若是大家有趣味啦，去买即个网站去买即个审计的准则啦。我顶一期我有直接讲，迄实在即个准则即个准则是算讲哪法律的呢？你爱安尼做啦，爱安尼查啦，请老百姓交钱，编预算，请一寡专家拄仔咧编，伊编出来的那个法令规定，你爱照安尼审查，咱要去甲讨讲爱钱啦。迄有影，那我徛伫纳税人的观念讲，政府都甲你编预算。
你伫遐咧鞭策个准则，政府一定咱要讨法令，拢啊讲爱搁开钱啦，哪有这个代志啊？较早叫做一般公认的会计准则啊，那这个单位咧编啊，拄啊立法院啊有一个会计师去宣导啊，会计师去宣导立法院的立法委员，所以讲你若要收钱，我预算甲你冻，甲你抬掉，恁底下咧印这个叫做一般公认啊财务准则，你若要收钱，预算唔爱乎你。到尾伊讲安尼好啦，安尼这个叫做公司的免收钱啦。所以你了解咱政府的心态是安怎？唔是要为人民服务，咱有机会，咱爱有这个心，拢爱以人民服务是第一个目标，爱予人民过得搁较好。咱安尼民政府来接管政府，才有意义啦。啊无，啊在咱民政府。实际上，大家爱有这个心情，咱这个责任是足重大的。吼、哦，大家啊，大家斗拍拼。后来，咱即摆过来介绍，你看，我吼、哦，一切拢介绍啦吼，啊那爱吼。我会使去甲买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都无法度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伊讲啊，这行政机关无爱去拿啊编预算，啊，搁机关趁，机关互相趁钱，啊，即马老百姓要爱会做，会准则都免钱啊，啊，这予大家啊做参考吼。嗯，也袂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予大家参考啦吼。哦咱就知有一款，咱爱讲一个啊，审计实务的指引啦、啊，这拢讲有编到五号啦，吼、哦，编到五号，啊，这大家会使去买来参考来看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，这拢总一本我抄遐本，我揢伫。有的啦吼，我放伫咱图书馆遐吼，若有兴趣，我去借来看。我有放一本伫遐吼。啊，过来，哦，美国有诶单位诶编制，伊是啊，美国的话，伊就是特许啊，公认会计师。啊，在日本吼，啊，若有这个公认诶会计啊，会计师诶协会甲咧。拢去编制吼，啊，即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啦吼。咱即下要国讲到会计制度，啊，会计制度啦，是依照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甲相关的法令啊来定的。这个所谓团体是中央机关，啊是地方机关内部的会计的成员。啊，甲会计政策、甲会计方法的选择，啊，甲无确定情形估计的处理，啊，伫遮啦，可能文字上大家应该拢会了解啦吼，啊，咱讲义也有吼，咱即卖要较大家较无了解的，就是讲，这个会计政策的问题啦。一般啊，有诶机关讲，我这条桥一定要开，爱开遐侪预算，咱税入都无遐侪，啊，咱即马随便做，爱开遐侪，啊，当要安怎？啊，这就是讲爱
这个政策，讲安尼，咱来用基金的方法，也是讲咱用我定来爱比一个例讲，台湾第一个桥咧收钱是啥？西丽大桥啦。我较爱讲举这个例讲，咱迄阵啊无钱。哦，你出山照游啊，好野人的国家讲安尼啦，咱办到足好嘞。我甲你借钱来，啊，西丽大桥甲开落去，啊，过一撮敢收十块啊，二十块安尼来收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这就是政策啦，吼、哦，咱咪。所以讲，有诶咧，总统会要做后候选人啊！你讲哦，伊要设什么基金，设什么基金来做什么代志，做什么代志？这咱也会使讲爱类似这个会计政策啊，伊个来会使做。啊，无都无钱要安怎？啊，就用这个方法啦、啊，给大家做思考哈。啊，过来方法的选择。我这个解释常常说，你若是民营机关的少，你所有的少铺提起哦 ，A 的会计师甲你查少，伊讲你赚100万，含这个少，佮莫乎你会计师来查少，讲你赚80万。啊，大家都会奇怪啊咧！安奈安尼啊？啊，伫学校咧考试，考出来，题目写出来，大家拢同款啊？安奈讲实务上咧做效益，佫无同款啊？安奈发生诶？这就是虾米原因？这就是讲，因为。有足侪方法的选择啦。A 会计师讲，伊要采用，较简单的讲，春会啦。春会，伊讲我要采用，家庭平均化来算。有的讲，我无爱用加减平均化来算，我要用先进先出发来。算，有诶讲，我要用后进先进法来做。现在采用 ISRX， 就是国际财务准则，这个后进先出法未使用啊，拍车啊。类似安尼，所以。有足济方法要选的 ，A， 伊介意用安尼，伊的观念是安尼 ；B， 会计师伊讲伊安尼观念才是最正确。啊，所以用的无同款，当然算出来，到尾啊盈余赚的钱也一定无一定同款啊。所以这个观念就爱我予大家知影，吼、哦。所以大家会清楚安尼。啊，过来个无。确定的情形，啊，这是叫做估计处理。啊，我若提一个例，甲大家做探讨。假设 A 这个公司，伊就进一台机器，开100万。啊，伊讲我进这台机器，啊，这台机器会使使用。十年，一年赚10万嘛，都赚十年了，100万赚完。隔壁这间 B 的工厂，伊阁进一台300万的机器，伊这台机器啊，伊话讲使用十年，
隔壁这间 A 发现讲隔壁买这台新的机器，你卖啊，生产的量啊加十倍啦。啊，这间 A 公司伊安怎想啊？伊讲安尼我包死的，我若用这台机器来生产啊，伊生产加我十倍，成本一个算咧。且虽然伊进的成本的机械才加三倍，啊，伊生产加十倍，欸，啊，伊这台是毋是这台机械爱淘汰了？爱讲啊，你我爱过来，我买一台新的，看有搁买较新的无？看搁买一台较新的无？好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无确定的情形嘛，会发生无？大家思考看卖，迄碗商业上啊，拢会发生着。啊，所以讲，这拢是咱咧设计这个啊制度的时啊，拢爱去考量着这个问题。吼，啊，咱即卖要阁讲啊，会计制度啦。那依照的会计法来讲，内底爱包括什么？哦，差不多一二三四五六。咱尾仔吃一个啥？定啦，爱搁加一寡啥？爱搁咱遐要做一般公认原则啦。吼、哦，基础啦有吃了后。咱爱搁加一个，咱一般公认吼、哦，一般啊公认的会计原则，我伫内底啦，啊来定一个啊会计制度啦。吼、哦、啊，这我那咧学习咧嘛吼、哦，啊大家啊会清楚啊吼、哦。啊来啊，这样咱学习的，一般啊公认的会计原则，啊咱。咱这拢会了解吼，咱这我拢无要啊，搁解释吼。咱较重要的来解释啊，咱较重要的解释啊。我即卖要讲一个啊，会计期间啦啊，咱是一月七日甲十二月三十一日。是会计期间，啊，日本的会计期间是当时啊，四月七日，是安怎？日本政府宣啊，在1945年四月七日宣布啊，天皇诏书讲，台湾啊，把它纳入因的安怎？领土，啊，就是四月七日，所以咱会真清楚，会因遐个会计制度四月七日，啊，这就是会计期间的问题啦。好、哦，安尼，咱今仔日才甲啥？甲中国，田无沟，水无流啦。啊，咱台湾是台湾。日本啊，甲诶不可分割的啊诶领土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，互因这叫做天佑台湾，吼、哦。好啦，咱过来讲这点好啦，成本甲效益的考量，啊，29条。咱台湾公民权利法案29条都特别的规定，你要审查这个医生啊，大家若有即摆摕开翻，吼、哦、啊，若有查来有迄、那个，你着现看，你29条大家看落着足清楚的呀。哦，伊即摆。
拢是爱安怎考量着啥？成本甲效益啦，袂使讲咱变个啊无效益，咱流氓政府做一寡啥蚊子迄蚊仔馆，大家了解无？迄阵啊，讲每一个乡镇啊，拢起一个活动中心，啊，活动中心有咧用无？每一个里啊，拢有什么？里的活动中心，实在起起的，咧饲蚊啊，叫做蚊仔馆，足济个啦。迄就是啥？违背了这个叫做成本甲效益的考量。咱要规划，就爱考量讲，这个维护的费用要开偌济？有诶有算到啊，无啊？有诶都无算到啊，好起平大诶，好空间偌大咧？啊，中国啊，啊，真济即个现象啊，因政府的机关、政府的啊，拢是起足大要比派头的，啊，摆维护费用都开得足济的。哦，有当时啊，咱要做预算，要做执行的时，拢爱去。有这个叫做成本甲啊效益的考量，这点啊，一般啊，咱咧讲，伫成本会计甲管理会计是足重要的。你要做生意也好，你要做公务人员也好，拢是爱了解。啊，高等考试，考山部啊，叫我去新地啦。啊，伊就是国家的考试，叫我去新地新啊出来地，看有啥物有唔对无？啊，我啊发现讲，我心内底啊有发现，就讲有一个小可伊的答案小可有问题，我有甲改。所以讲，我甲大家讲。那要参加国家考试啊，这个科目也是足重要的，吼、哦，就是管理会计，吼、哦，也是成本会计。啊，咱的公务人员吼，阿伯一定爱了解，吼、哦，这方面吼、哦，大家啊，公众啊来努力，吼、哦，啊来了解这个问题。啊，咱过来讲现金收付的基础，啊，甲清啊关节发生的基础，这啦，那唔知影的人啦，会去用骗得戆戆些啦。有诶股东会议，有诶凊彩小甲你做做，伊反正。用这个现金收付的基础，甲你做啊一个小，甲你提出来讲啊，今年赚偌济啦？哦啊，大家对会计无了解，何况啊，有影都要赚遐济哦。安尼咱会使分偌济？大家分分咧。好、哦，我这点要阁讲一个咧，予大家知影。现金收付啦，就是讲有关现金的收入甲支出才做少啦。啊，这是毋是真正会得表达到你的营业的结果？应该大家想看卖，无一定。我阁举一个例讲，惊讲咱有厝咧租人啦，
吼、哦，我讲啊，即间厝单租你5年，但是我的条件5年装修，5年的租金收倒来，惊讲50万，啊，现金收付基础啦，就讲今年收到50万，啊，即马报表做出来，讲咱赚50万，哦。甲遮个股东讲，咱赚50万，股东足欢喜个，讲哦，俺一年赚50万，安尼咱50万，大家分分嘞。安尼大家了解无？伊无算着讲，这是爱5年来贪嘞，你今年才会使算啥？10万尔呢？所以会计无了解。哎，会计伫遮上下铺伫遮，大家看甲欢喜个。嘿，干呐，差两字啊，尔差遐济啦。所以讲，要计数的，要审计，拢是爱会计专业。啊无，差即两字尔，即讲现金收付基础啊。啊，伊若讲。我着用现金收付基础安算起来着正确个啊，啊，实在着是安尼啊。啊，实际上现在现金收付基础啊，这应该拢袂使用啊啦。吼、哦，当然有诶，以前管，现在以前管较细间诶，我看因阿咧要咧用即个现金收付基础啦。实际上，即马咱政府机关若是爱采用着啥，叫做环节发生基础。啥物叫做啊？环节发生的基础，伫即个期间，1月初1甲12月31日，你的收入，伫即个期间的收入则。准算你的收入，那是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的收入，你也袂使算今年的收入，你着爱算啊。咱那到时伊要退租，咱爱阁付钱予人，所以讲，咱是讲预收吼，这个预收收益啦，预收房租啦，算讲给。多数的啦，咱有这个负责这个责任啦。所以讲，咱房租刚才迄个咧，咱只有通收啥10万尔咧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今年算10万，啊，其他咱也有40万啊。迄伊若要买租啊，咱爱阁行人咧，迄算咱的负责呢。这叫做啥物制度？这叫做。环节发生基础啦，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差即几字也差较济啊！啊，咱过来，啊，过来。速度啊，歹势拢真慢吼。我过来讲，政府的会计制度吼，政府的会计制度是咧创啥？是预算管理的工具啦。啊，这主要是啥？咱哦设计一套会计记录甲报告的方式吼。啊，最重要就是讲，伊通常啦，预算啊。为这个预算制度啊，达到控制政府机关各种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啊，来符合这个法令规章，啊，提供予这个决策单位来做参考，这叫做政府的会计制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。啊，咱即摆要来讲啊。我头拄有讲过，会计制度的
差不多有十张啦，十张吼，十吼。咱第一张是准则，啊，准则啊，伊咱爱了解讲，我也讲各州啊，爱家己来定出有关州内底吼要做出来，即个要做特色，要安怎来发展啊？安怎来变？安怎？啊，实际上这那是拢爱甲这个啊会计吼，咱中央吼、哦、啊，甲地方甲这相关的法令啦，拢爱啊，袂使有这个抵触吼啊。啊，咱的期间啊，这个会计期间啊，是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一个吼、哦。啊，咱是采用啥？咱看到啊，对不？咱采用啥物？权责划分制，会计制度啊，爱讲甲真清楚。真啊，讲无对啊，有当时也着真火啊啦。大家会了解未？咱何顾问，我迄阵也毋知十几期，一期十七期个啊，伊去报纸 copy 一份讲，咱会要做啥？卫生署啊。你报告是采用啥？啊，讲伊是采用做啊现金支付制度啦。啊，讲就爱过来增加这个要做啥？啊，健保费用啦，吼、哦，健保的费用。啊，这都是啥物情形？这都是有诶咧误导嘛，吼、哦，有诶唔知啊。所以讲，咱这一定爱吼、哦、爱我了解吼。哦第二章啊，就是会计报告甲会计科目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细节实际上吼、哦，咱啊有兴趣的，有这个专业的啊，才来看吼、哦。咱啊，这咱无爱解说啦吼、哦。我恁会使甲我因遐拢有网页嘛吼、哦，啊网站嘛会使。落去啊，去看袂紧吼，爱会使啊，登录转去啊。即马要过来讲会计科目啊，啊，咱有分到资产负债、甲基金、甲啊预算吼，收入甲支出，这就是会计基本的要素啦。好、哦，咱讲咱会计的基本要素吼、哦，这应该若有读过会计，拢会了解。啊，若无读过会计吼、哦，咱也知影一个，安尼就好啊啦吼、哦。啊，这科目吼、哦，咱科目应该这啊，互大家拢做参考，拢啊会使俩。哦啊，咱这负债啦。即卖讲负债有劳动的啦，啊，甲固定吼，即咱长期的吼，啊，甲过来第三级基金，啊，甲这个那啊公司企业的啊，伊这叫做伊唔是叫做基金啦，啊甲这个怎啊预兆啦，通常吼、哦、伊这个叫做业主权益啦。业主的权益啦，吼、哦，较趁钱是业主吼、哦，啊，董事会这边来开会来决定，啊，来安怎分这个，哦，趁钱来处理吼、哦。啊，即嘛吼，税入的诶，哦，咱有税入类的科目吼、哦，差不多有遮的吼。哦咱的课税收入、工程收益的收入啊，罚款哦、赔偿啊、归还甲财产，哦，有遮哦，遮好来做参考。哦，啊，过来看啊，支出这方面啊，拢是啊，人事费用，吼、哦，啊有遮啊，遮也托大家啊来看就好啦，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咱无法度
即个那，咱即马第三种就是小铺啊，小铺头有即个小铺，吼、哦。第四种啊，会计凭证，有当时啊啦，会出代志啦，弄这个会计凭证是安怎？会计凭证会使看出讲。实在安怎发生的？我咱迄个国务，迄个做啥特资会啦，还有机要会啦，拢咧收集发票，到尾发现着讲，有诶去买馒头啦，有诶食早餐啦，有诶去买遐用私人诶其他诶用具啦，啊，去发现着，这都是啥？拢是。啊，这个啊，会计凭证、原始凭证里面去找出来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这个绩效的凭证啊，有收入摊票、支出、甲转账啊，这种同款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表啊，个预算的编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预算决算的编制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伫那照讲啊，各州啊，各州啊，啊，在吼、哦、年中啊，两个月内啊，爱来做出来这个当年的工作报告啊、决算表啊，来甲连同现金出纳表、甲资产负债表、甲财产目录、甲资金收集来送审计部来审查。当然，咱现在啊，也未讲发生着讲公务人员移交的问题啦。有诶，移交诶时啦，那是爱做遮个啊，遮个手续办移交，吼、哦，遮爱，吼、哦，遮爱，互需要大家啊了解者吼、哦，啊。财产管理是啊，我足重要诶，吼、哦！即啊，甲财产甲会计处理，当然，即是我家己甲定诶啦。啊，实际上有诶看机关诶大细啦。即个零用金吼、哦，临时要用诶吼、哦，那差不多有诶十万块内，也是几万块内。吼、哦，即予大家去参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小铺的保存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我看即拢予大家去做参考。第八啊，即就是财务人员，一般是爱专任啦。啊，若无法度减的也无要紧，但是一个人做一项尔，袂使一个人。吼、哦，绩效阁兼出纳，拢伊咧揽，伊咧做，哎，一定会出问题。吼、哦，一定会出问题。哦，这爱特别注意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即马要来查核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上审计机关来查核，实际上有实地会做啊抽查吼、哦，啊。当然，这负责啊，特别看州的特色，安怎家己过去有啥物啊规定吼，这家己做。即卖要看内部审计啦，有事前的审计甲事后。哦，啊，事前啊，啊，就是讲这个话足重要，实在是主计处啊，主计人员啊。有当时啊，爱出去轰炸啦。实际上，主计人员有安尼做无？足少足少，我的感觉啦，拢坐伫办公厅尔啦。啊，若无代志就无代志。实际上啊，爱事前的审查，伊要招标也好，伊要啊了解这个绩效。
拢也爱先家己去了解，了解了后才来办啊招标，安尼即个介绍拢较清楚嘛。一般咱要买物件来共款啊，上头去 A 公司去甲接洽，咱就大概差不多。佮走个 B 公司，佮去了解一下，哦，也较清楚。啊，甲 C， 咱迄阵啊，就会使甲你讲，虾米介绍会使买，虾米介绍袂使买。啊，你若公务人员，拢资格人员啦，较无安尼咧做啦。啊，这是啊，总务个采购个部分，啊，拢应该去摕三张发票就来，啊是。啊，三间无同款，电话卡卡的，啊，就来。实际上，这个采工单位事务部门，因要做的，当然伊也爱去了解市场的动态。主计单位爱因上来采购。采工的情形，伊爱阁了解着，伊来阁去比价一下。那有这照这个先，这个先程序啦，吼，有照这个程序的话，应该会省了足侪钱的。所以讲，我定来讲，一箍爱做两箍用，吼，尤其是政府。甲人民收来的税金，吼、哦，这得爱啊了解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范围啦，有财务的心甲啊，甲财啊，这个财务吼，啊，甲这个财务哦，财务无同款吼，啊，甲伊这就是工作的，伊迄就是讲有诶要做这件代志诶。单位成本，我爱算落去。吼、哦，那假讲啊，有诶开一个罚单，吼、哦，安尼一个伊咧开罚单，啊，搁开落就是我爱一二十分，一二十分诶人工成本，那爱算算咧。啊，是毋是有诶罚单未使啊免开加建构一个？啊，是安怎？这拢爱探讨的吼，这予大家来参考吼。啊，执行人员拢是爱会计人员，啊，主计人员吼，那、哦、是审计人员。啊，方法啦、啊，实地的啊调查，啊甲分啊分层负责啦吼、哦，咱爱每一个单位拢爱有这个负责责任的人，啊，咱即马就要来讲，实际上咱1999年啊，中央政府的审查的报告吼，我甲做一个整理啦，吼，啊，我甲做一个整理，啊，做整理之以前啊，啊。咱的审计长啊是林清龙啊，审计长的报告吼，啊，顶期吼，我也有讲到，我做系主任的时啊，我有甲邀请来演讲，啊，实在迄阵啊，伊是副部长，副部长也足大个呢，啊，搁去南部。大学去演讲，我也足甘心啦，吼、哦！这是我负责，啊，伊是本土台湾人，吼、哦，顺川。啊，我即马这吼拢有啦，吼、哦，这我即马我有甲整理起来，吼、哦，我来看啊，甲整理起来的，这就是吼、哦、的报告的整理。报告的整理啦，咱发现讲，中央编列的单位啊，有分三个无同款的
的性质啦。普通公务机关有225个，但是伊的分预算甲所属的单位拢总1208，咱要想遮拢爱派政务官去接，哎，咱这两个加加起来，国营事业。哦，21个，啊，佮甲这个分局机关佮加加起来，啊，甲非营业特性的机关105，啊，佮700来加加起来，赚2800几个。所以，咱即时需要专业的人才。大家好朋友去介绍一两个啊，这方面专业的人才来参加训练，以后对咱帮助啊足大的。过来，咱即马过来看啊，伊这个怎啊审定的结果啦。伊讲税率修正加2亿，吼、哦，啊税出啦，啊修正啦，啊15亿，啊即马两个类比较啊，咱是安怎？预算啊减支出啦605亿，吼、哦。但是啦，实际上，咱设计收这个，咱是去实际上啦，咱设爱有2230亿。这个税入甲税出来相抵啊，咱爱阁发这个公债啊来弥补啦。啊，弥补咱发公债发偌济啊？2242亿，啊，加是2230亿。实际上，伊这算唔对啦。伊这差，我伊这伊的数字我无甲改啦。好、哦，这个若照安尼算起来，实际上伊这遮算唔对，面顶遐算唔对，实际上是11亿是正确啦。但是伊若这个数字安尼甲减起来，写12亿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都伊的报告我无改啦吼、哦，啊，互大家了解一个安尼。过来，你看。咱各项物件拢在去，尤其是啥物，甲大家有关系。看到这啦，真正是，伊这是国营事业，伊即马修正增加收入29亿，啊支出啦28亿增加，吼安尼则个伊来伊收紧则加1亿。实际上，吼、哦，伊个赚的啊，有2462亿。啊，直直起价，哎，拢在赚钱。啊，老百姓哀哀叫，国营机关足欢喜的啊，赚钱啊，遐济啦。啊，实在讲。啊，唔是本土台湾人咧做总统啊，差遐济啦。哦，本土台湾人咧做总统，动长，大家唔知有感受到无？所以足重要，好、哦，啊，咱来了解这个问题。啊，过来。
好、哦，过来啊，过来看，这才是我真严重的问题啦。这叫做非营业特奖基金的决算吼、哦，啊，修正啦，啊，来减入收入5亿，啊，增加支出啊15亿，吼、哦，啊，再来。甲这个预算啊，相差啦，啊，613亿。什么叫做非营业特奖基金的决算？这啦是真大的，有的啊，有的写安怎你知啊？有的讲啊，这。毋是政府机关，伊免来啊，审计部来嘛，来诶，立法院来执行，毋免来参加。啊，有诶是搁转投资，啊，有诶就是讲政府啊，投资较少，啊，政府若派董事出去，啊，实际上啊，有诶是在审计部若无法度好来控制，审计部有法度控制讲啊，咱迄个有编预算诶，啊。才有法度控制，啊，控制你看预算啊，迄这个叫做转折啦，转折是啥？看开遐大，吼、哦，变的预算无照预算安尼开，阁开啊613亿，看实在，咱莫怪讲安怎。咱再留子孙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啊看到这吼，实在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啊有超过啊吼，啊，所以我咧想，咱看较紧的吼，从这啦，咱。实际上，你搁咱搁看到，顶一年的债务啦，四条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无形的呢，吼、哦，实际上四条啊，4,735亿，啊，咱就会了解讲，这是98年是啊，头拄啊。我讲的是四条啊，5,620亿。啊，讲60年啊，咱来还，过60年还袂了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地方上那是安尼。吼、哦，我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报告到遮啦吼，啊，大家。啊，有兴趣啊！啊，带迄个随身碟啦，啊，有需要我去遐登记吼，啊，咱也是靠登记吼，啊，大家互相过来探讨，啊，若有时间再过来探讨，我报告我嘛各家，啊，足感谢大家，多谢。Good。家里，楼卡用餐。